院长，洪静来信了。嗯，老师，我已经拿到第五魂环了。先不告诉你是什么魂技，你猜猜看，回去啊绝对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嘿嘿嘿嘿嘿，这小子还给我来这一套啊！不过总算没让我失望。洪俊本就天赋过人，只要他能沉下心来修炼，日后必定大有成就。嘿嘿，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他老师是谁呀？好小子，老师，您可不要怪我。火凤凰浴火重生了，全力攻击赵老师。九宝永明，五岳宫，六岳宗。蓉蓉与慕白他们两个的增幅是什么？蓉蓉的第五魂技应该是攻击增幅，而第六魂技是属性增幅。属性增幅就是对被使用者当前最强的一种属性进行增幅的加持，也就是说现在孩子们的魂力、敏捷、攻击效果都被增幅了70%。幽冥宅，天哪，这些小家伙还真是不客气。仅剩一炷香的时间，傅老大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嗯，你还能飞？这个世界上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。院长，您看，我们都消耗了不少魂力，再打下去伤了和气就不好了吧。我们求和，您看可以吗？能够将赵无极院长变成烤熊，你们的进步都不小啊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哼，弗兰德院长，住手吧，我们认输了。你们能够击败赵无极院长，本身也算实力很不错了。今天这场表演赛就到这里吧。史莱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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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史莱克。死胖子，走开！不是说你。史莱克，史莱克，史莱克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帮臭小子，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就是，一点都不留情面。你看，给我打的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哎呀！不过这不也说明我们教的好吗？啊！哎呦！哎呦！